班也不要空手而回。我们已经这个课程已经渐渐接近尾声，所以我们要更认真、更用心来倾听老师的一个讲解，然后把他的精髓取之于他，用之于我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，一定要发问哈、哦，不要轻易的放我们老师走。我们的这个老师哈、哦，他是台湾全省巡回演讲，然后他又是各大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私人机构，他各大公家机关啊，说什么行政院啊，他都已经考遍了哈、哦，他培训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优秀的讲师跟优秀的主持人，所以我们会很需要他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重量级的李老师，我们要以最灿烂的笑容、最热烈的掌声以及最热情的欢呼声，欢迎我们的李老师。不要的东西绝对不要带上来，那你带上来一定要看。我们的胡同学他有用到，可是他变成一直在练，只把我这一张把它练完全。你们问他变成在补稿了，我变成补稿，你说你要看主演这里，哦，看一下就好，你就讨矿矿布。他是有用到，可是变成在变成补稿了。眼睛一定要每个人要看他的表情，要看他有没有专注在听。看他的表情是怎样，然后后面要看一下，这个大家一样，等一下一定要注意。我说记得是我在跟你讲这件事。今天大家都忽略到一件事，我刚才开场讲了主持人都不要一件事你们是今天是主持人，今天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跟说明一下，大家现在说明一下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对大家有什么好处？新伙伴跟活动跟大家的关系在哪里？邀请大家来的目的呢是做什么？那希望我们今天这边呢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收获。我们讲一下，好，大家跟这个活动的关系，然后跟大家讲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。你最基本要让大家产生信心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说记得主持人如果是严高的气温，说你们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，怎样让他们对我们的。这次活动会产生兴趣、所以记得等一下主持人要改变一下这个方式、好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活动。是李老师，各位伙伴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很高兴今天能够来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我希望我今天的服务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的肯定，然后大家来收获满满。今天要介绍的是，我们欢迎琪琪，最热烈的掌声与最幸福的尖叫声。主持人，还有后面的辛苦一直陪我们的梁小姐，跟这帅哥跟小姐，海豚，李老师，各位伙伴，大家下午好。好。我叫杜国贤。国贤好。李老师，梁小姐，那个河豚帅哥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易姓林，叫永迪。永迪好。幸好来担任主持人哈。那今天来介绍一下哈，伫咱公司业界，种种做人做事哈，伊的善良多，伊正能量拢是顶呱呱的，哈。佮伊外口事业嘛做到真好，伊就受到善良的指示的时候。接下来跟我们公司建立，欢迎用最灿烂的笑容、最热烈的掌声、高兴的欢呼声来欢迎黄讲师。